没有去过。我没有去过。今天我们本来是想从茶壶山那边下哈巴狗的。哦，那边是比较近，比较近。比较近啊。那边比较近啊，从我们这边去比较远。对，但是一样啊，你要从那边也是要先爬到。有人是直接去那个哈巴狗就回去了啊。对。那边就是直接去那边拍个照就回去了。那。我那。如果要走的话，一定要上坡比较好走。对。比较滑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哎呀，那它这个是开矿的洞还是什么？这里，哎，这是应该是啊，开矿的，以前开矿的哈。以前开矿的。哦，什么坑什么坑啊哈？对，应该是。嗯，应该是。这应该是六坑，可能六坑就在这个地方。上面有没有？又不清楚了。嗯，不管它。这边就是。对啊，我看这个草就知道了。对，要真正来登山的人啊。哦，这都是遗址哈，以前的，以前开矿用的啊。烟囱岭这边都。这个就算烟囱岭了，还不是吧？这个也算烟囱岭了。就是这个才不算呢、啊。对，进去里面就算了。哦，过烟囱那边就算。对啊，我看这个都是烟囱的样子了哈。对啊，有烟囱的样子了。对啊。哇，这边都是完美的景点了。哇，真的。哇，要感谢你哎！哦，真的，否则你有问我就讲啊，没问我是私人景点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一直做领队吗？在那里做。真的，像这个都会真的走过一次就会爱上了。走这边可以拍照。对啊。这边没有那个。哇，好棒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离你家门遐较远呢，但是不远啊，就是。是啊，哇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哇，真的太棒了！因为你已经有爬高一些了。来看我这里，很好。哇，赞！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他这个说是怕环境污染，是不是？弄这个烟囱。他是排烟管呢、啊。排烟管呢、啊。他应该是灭黄金的。哇！哇！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
是哦。好。漂亮哈、哦！他们在那边啊，他们在往前走。哎、欸，那这上面是谁？是别人。哦，是别人哦。好，我们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我们反正有机会还可以再过来的。先把路先看好。好，来喽。没关系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再来，再有机会再过来就好了。从那黄金瀑布流下去的。那你拿那个啦，你把拉链打开，那这已经开始热了、哎。走，不要紧，你先走。透气啊。没事。太好了，我们再找机会再过，把水蛭姐带来。好拿吗？要不放到我包里好了。嗯，不要吧，那等下打了麻烦。不会啊。要是软蛋，要是压到很容易坏，很容易。那个给它放在上面嘛，那个软软的那个给它放在上面。哦，还有一个洞呢，要沿着洞哦。哦，赞哦。往下走，那边有一个缺口，再往缺口。哦，再从缺口出来。哇，赞哦，赞哦！棒棒棒！哇，这个简直是啊，这个。哎呦，哎，里面好可怕。没事，没事。有大哥在，有大哥在罩着我们。对，有大哥在，哎。讲说有，就是有你在我才会怕。